会让你死得很痛快。中切无知，肯定药水银，我也觉得药水银，那很容易就被控死，你知道吧？哇，这把好顺哦，能把我刚才穿的衣服抽了吗？我刚穿的衣服你抽啥玩意儿呢？哎，我女神之泪呢？啊，这呢？先给银马上一个吧，给银马上个女神之泪。能不能赢不知道。我准备好了，把他们也算上。他如果是三星红，我们应该打不过吧？我没有虚区呀。没打过，可以。要的就是这种没打过的结果。我们不用血掉太多，我们稍微掉那么一点点，拿个大棒子或者是魔抗，或者是拳套，这都可以。我现在想的是什么？我现在想的是，我拿一个那个，我拿个拳套，然后我等个魔抗。但是我一般如果这么想了，那他下一件装备爆的那就一定是魔抗。我跟你们说，回回的不是魔抗，回那个爆的是拳套。我们想的是啥，他爆的就是啥。我们想拿啥，他就爆啥。所以说我们呢，不能拿拳套，我们只就得拿魔抗。我们拿魔抗，下半他给爆拳套。两块，七八九，留一个，垂死往后站。上蜘蛛还是上分女儿呢？上分女儿好一点吧。呀，大树都忘卖了，我操！我拿大棒子吧，要不魔抗？哎，完了，大树忘卖了，咋整啊？我手速快，是不是大树能卖掉？这赵信三块钱呢？你看这魔抗跟这个这都没人要这玩意儿呢，这都还是大棒会有人要的多一点。我只要手速快，我就能把这大树卖了。等一会儿啊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
还是慢了，好像不行，完了，完了，蝴蝶效应了。现在差钱差的有点多了。来陪我玩玩。拿阿卡丽打个攻，阿卡丽出了蓝 buff 可太猛了。要不然分女先卖了，反正也上不去，分女后边也多，分女先卖了吧。我们现在应该是有点无敌了。蜘蛛也可以卖。这波赢不了，就把卡牌卖了。这波应该打不过，他神射手配斗士，不行，有点干不过，血太多了。2000来滴血，这阿卡丽手都抠断了，都打不死。能打过野不？你们觉得？没啥问题吧？算了，为了防止我们打不过这野，哎，为了防止，这要是打不过，我可就拉了。拳套可以，再来个大棒魔抗。你们俩能不能打左边那个？快点给一个大棒子魔抗。先拿大棒，再拿魔抗吧。这个东西给一个泰坦，泰坦给谁上？泰坦给前排吧，先给这盖伦。这质量，我的妈呀！小法师天选之人，小法师天选之人，还加蓝 buff 加科技枪，这可能就是人跟人不一样的地方。俺们连个狗屁都没有，连个屁都没有。难不成下波你能给我个天选之人瑞文呢？你看，给也给个屁。给个重装战士，我要他妈这玩意儿有什么用？看看人家，
人家关键他装备还对，你知道吧？他要是装备不对也就算了，他一开始掉点血，他装备还对，哎，他上来装备一个蓝 buff 加上一个科技墙，哎，气死个人呐！你瞅瞅俺们这费劲巴拉的。第八名心态炸了，简直心态爆炸。哎呀，打死一个就行，可以，别让我掉太多的血。阿卡丽装备给错了。有个兄弟说：“哎呀，这个阿卡丽装备给错了，你看不出来是打工的吗？”你说我就没，咱先不说打不打工这个问题，阿卡丽蓝 buff 加大棒哪装备给错了？哪一件装备给错了？咱先不说打不打工这个问题。我都不知道哪错了，这家质量也太差了吧，这家比我还拉，我都以为我够拉的了，你是怎么升到倒数第二的？你跟我说，你赶紧给我回到倒数第一去。反正魔抗没啥人要，我们先来个大棒。这种东西很少会有人要，基本上最后我估计也就剩个大腰带，剩个魔抗了。啊，他要，那他下波肯定不要了。你说这个这把的攻速咋这么多人，这咋没有人要呢？这把。升级，我不地，我们升。这狐狸九十点蓝，他的盖伦有点猛。啊，不对，盖伦狼人，应该他就能剩个狼人吧？没有，剩挺多还。赶紧给我来个瑞文。进呗，多少啊？我看一眼，来个天选瑞文，来个天选瑞文，一会儿给大家抽个红包。我打了一天了，我没见过有一个，我没有见过。
夜影，看着没？生命不息，战斗不止。冒着没有法爆好使，瑞文法爆没用啊。盾又不会暴击，护盾会暴击吗？护盾如果不会暴击的话就没用。这波我们拉七啊，拉七以后来个魔抗，魔抗，这要魔抗的时候又一个都没有了，你看，来。不要，来，瑞文，先输一轮。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先输一轮，这波屁都没递出来，差个蛇女儿还。一个撇，两个撇，三个撇，四个撇，上凯南、锤石、小猫、瑞文、芬女儿、派克撇。瑞文，哎呀，一会儿给大家来个小抽奖啊，无敌了兄弟们，啥也不说了， I love you。 来个红包兄弟们，给我拿下，有成了，上了俩分女，我知道我没东西上了，我蛇女没有，腰子没有，我不知道上啥呀。我会让你死得很痛苦。给个蛇女或者腰子都可以，上俩猫吧，不行就一会儿再给，不着急。我们现在是其实是就是无敌了，我们现在没有对手了，现在已经没有对手了，所有人都得死，都得死。这边拿个魔坑，我无敌了。哈！哎呦我操！哎呀操！是啊，哈 ！2A2A。啥也不说了兄弟们，这边有魔抗。哎呀莉莉亚，我觉得莉莉亚好刷，我个人认为莉莉亚非常的好刷，所以我决定我先来个魔抗。我前面玩啊莉莉亚都特别的好来，基本上一玩就来了莉莉亚，基本上就是玩就来。并且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无敌了，不需要再地了，你知道吧？
上个腰子，不用，用不着腰子的，直接给瑞文，哎，来一首水银。哎呀，拿下！罗马甲吗？给一个，拿下。我还有个好友没加上。谁在说话？我们在这 YY 呢，等会儿玩人类一败涂地，是壮壮吗？可能。那都不好使啊！哈！给大家来个300块的现金红包啊！300块现金红包，来个小300。咚咚咚，咚咚咚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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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喂喂，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吗 ？Hello。听得到，听得见，听得见，听得到，听得到。那我现在拉你们，我加你们好友都同意了吧？我土鳖。怎么加呀？就是我申请你们啊，就是你们在这个群里面发 ID 的我都加上，我应该加上，我加上杰哥和那个罗姐。这怎么加？在游戏里面加还是？不是 Steam。我也加上七号了。哎，你这 ID 是什么？我这边加了俩。就有个叫土地爷的。没有土地爷。没有土地爷。这边没看见土地爷呀。还有两个其他的人加我了。我再加你一次，猴哥。哎，你再加我一下。马上打完，我好不容易来一把灵魂莲华，赐瑞文，好不容易来一把。真理之意与我同在。我也加了，我现在又申请了你们。你 Steam ID 就叫孙悟空是吧？啊对，哎呀，我登错号了，我是咋没有呢？我重登一下啊。我先建个房间啊，我先建个房间，先把加我好友的给拉进来。咱们是第一个，先打谁？先打哪个图？都可以，听老板指挥。咱先各捏个人吧。他说咱们要区分咱们两个队，然后杰哥我姐我们这边是红队啊，你们把人物就捏成红色系的，然后你们那猴哥志勋还有七叔你们这边是蓝队啊，你们就把颜色分开就行了。咱们行，完了，这把这个云顶之弈不打不完了吗？我这哎呀，好不容易有一把，气死我了，给我气完了。我车，我先建个房。兄弟们，天要亡我呀！这边那啥开了，这边活动开始了，我们可能得去打活动了。这把没了，气死我，给我气坏了。哎呀，给我气坏了。可能我们得退了，兄弟们。哎，双线操作呀！这敲白的这个谁呀？这是杰哥吗？
哎，我这边加上了，应该是不是啊？你加上我了吗？那我再拉你一下。应该是加上了。有土地爷，我看见了。我看看啊，好有理。嗯，我双线操作一波。我拉上了，这行。那我拉你了，我应该都拉了，嗯，我应该都拉了。你都同意一下，同意一下。我给你们双线操作一波，双线操作一波，行不行？哎，这个要开加速器吗？为什么我点进入？裸连就行，其实，一般裸连就行。这服务器好像还 OK。直播间还有300块现金红包抽奖啊！4分钟就开奖了，一个办卡就能参与。都没捏人啊！赢现在应该是随便赢了。现在还谁没进来啊？我看不着你们 ID。我没进来呢，我这正在连接服务器。我也正在连接服务器，这个真的不需要开加速器吗？你们俩要不要开一下吧？就是个别会出问题。我看着我。别拿莉莉亚啊！别拿莉莉亚！啊！那我再邀请你俩。发克油啊！这为什么一直连接服务器？我进来我动不了呢。WASD 啊，动不了，他自己在动。哎，还有2分钟开奖啊！一个办卡就能参与了，抓紧时间了，老板们，来一个办卡就能参与了啊！都开一下加速器，就开悠悠的。那游戏要退吗？不，退一下，大退一下。还没开始玩我就跟我说连接服务器失败了，重新开一下加速器，咱都开一下，我主机里边问题。这土地爷，你要不土地爷再拉我一下吧。土地爷，等会儿我把主机关了，因为我出去开加速器了。好的，马上开了。没开呀、啊、那我开一下加速器吧。你为什么叫这名啊？其实我以前陆康安中年人的 ID。 嗯，还有孙悟空，还有30秒开奖啊、马上开奖了、来了。哎，这 Steam 能改 ID 的吗？能啊，我改一下吧，不然不好认。没事，这游戏里反正也不显示人名。
这开了加速器之后，我就能看着你们长什么样了。我好忙啊！我发现是杰哥吗？我好忙，我马上结束了啊！马上结束了，兄弟们。这个马上结束了，马上成型了以后，我们就不用在地了，就放这就行了。我就那边去引了一败涂地了。哎呀，最后开的这把确实很傻逼。哎，我一直都在，我没开麦。我天，我跟谁空气聊天呢？这是。圣诞老人是你啊？不是我大退了，我大退了，再拉我一下，我刚才粘在地上没动弹。那边有回音，回音。哦。斯曼，你的黑丝袜怎么样？好，我改了一下 ID。聚聚兄弟们，给我踹出去了，尽力了，人类也败涂地。